奉委座命令，诸位请坐。我第一战区前线指挥所今天就正式成立了，下面由指挥所裴昌会主任传达南京国防部的作战命令。 下面，我宣布，国防部作战命令：整编第29军军长刘戡听令，以整编29军为总路径，所辖之36师、第123旅、165旅、第76师之135旅、第17师之12旅，共4个旅，由洛川经宁武镇、清泉镇。 向延安地区进攻，占领延安西南地区，在枣园待命。是。整编第一军军长董钊听令，以整编第一军为右路军，所辖之第一师、第一、第78、第167旅、第27师之第31、47、第90师之第53、61旅，共7个旅。 由宜川、京南泥湾、金盆湾向延安进攻，占领延安东北地区，在拐堡停止待命。是。命令宣读完毕。下面我宣布，总攻时间，空军轰炸自11日下午1点开始，炮兵于13日全天轰炸敌前沿阵地，地面部队则于14日清晨。 发起全面攻击！王承德，你不是要到野战部队去吗？对啊，你收拾一下，到二纵报道。二纵马上就要过黄河到陕北了，你到盐水关去找王震，告诉他，就说我让你到他那去接受锻炼的。是，但是记住，我这边需要你。 随时准备回来。是。
没事吧？明明，我不是跟你说，让你操心公家的事，不要管家里。上午美国记者团刚刚飞走，下午提起就在轰炸，看来这个胡宗南是迫不及待。原来啊，老总少奇他们和中央机关撤离了吗？已经开始撤离了。各单位和群众的疏散情况怎么样？中央机关正在按计划进行撤离，地方群众由政府和游击队负责撤离和疏散。速度要快，慢了不行啊！我告诉同志们，不要舍不得那些坛坛罐罐，重要的搬不走的就地掩埋，坚壁清野嘛。我们就是这样要求各单位的，行动越快，部队的压力才能减轻。敌人眼看就要总攻了，剩下的时间不多了。彭老总那边情况怎么样？彭总既要考虑全国战场的作战计划，还要兼顾陕北战场的作战指挥。听说他每天就睡三个小时的觉，饭也不好好吃，胃口病又犯了。这怎么行呢？中央要下一道命令，命令他的警卫员必要的时候强迫他吃饭睡觉。主席，你是不是在考虑让贺老总回陕北的指挥作战？是有这个想法。老彭是总参谋长，担子太重了。主席，周副主席，快进防空洞吧。主席，欺人太甚。赶快进防空洞吧。你们去防空洞吧，我不去。主席，请尊重我们警卫员的工作。主席啊，你看是不是也要中央给他们下一道命令？必要时强迫执行。去给盛参谋长送个密件。我有东西，找不到。刘官，那就麻烦你跑一趟了。好了，我先走了。好，薛参谋长，谢谢你，薛副官。嗨，举手之劳嘛。好，那我先走了。
姑父定于14日晨进行手术，望家人做好准备。陆主席，大货，老彭啊，哎，辛苦了。前方怎么样？啊，战士们斗志没问题。问题就是武器弹药太少，每条墙不足10发子弹，每门炮不足20发炮弹。张忠信他们对这个问题很着急。这些问题啊，一时无法解决。你看能不能在敌人进攻的路上多埋一些地雷啊？部队已经在敌人可能进攻的路上埋设了地雷，但是不敢保证敌人一定会走这条线路。主席，哦，彭老总也在。有什么事吗？西安方面的情况，胡宗南已下达命令，13日炮击我军阵地，14日佛桥地面部队展开总攻。他们采取的是蛇蜕皮式的进军方法，首尾相顾，左右相连，走山不走川。走山不走川，邢向晖同志在关键时候又立了一功啊。老冯啊，摸清了胡宗南的战术，我们就有了对策。是啊，但是现在有两个问题。一是延安机关群众疏散的速度太慢，婆婆妈妈什么东西也不想扔，这样不行。我让罗元发、张宗逊他们坚守7天战斗，他们感觉到很为难，所以疏散的速度一定要加快。二是必须建立一个统一的指挥机关来指挥这场延安保卫战。按理说应该是贺龙同志来指挥作战，可是他现在呢在山西。中央也在考虑这个问题啊。你是总参谋长，我想听听你的意见。我想了很久，觉得还是应该向中央提个建议。在这里暂时能不能先由我指挥，等贺龙同志回来以后再交给他统一指挥。彭老总总是在危难时候挺身而出，我没意见，请主席定夺。就这么定了，边区的部队统归彭老总负责。主席，其实这工作你早就在抓了嘛。啊，有什么要求啊？那就把西北局的张文洲调过来做我的参谋长，再给几个参谋和几部电台就可以了。让习仲勋给你做副政委，他熟悉当地的情况。太好了，我这就去安排。哎，老彭啊，我听说你的老胃病又犯了，还经常不睡觉。主席啊，你睡的也并不比我多呀。再说了，我这个胃啊是老毛病了，你弱他就强，你强他就弱。没事，我走了。知我者，向晖也。今天是进攻延安的第3天，前线有什么新的战况？相信今天午夜之前一定能拿下延安。部长们。怎么样，延安拿下了吗？共军抵抗得非常顽强，我们的部队也尽了最大的努力。赵和刘康现在的位置在什么地方？已经突破了共军第一道防线。太慢了，都3天了。我怀疑我们的作战计划已被共军窃取。这怎么可能呢？作战计划是在我们发动进攻之前才下达的，共军怎么会知道？
非是在下达之前就已经泄了密？报告，国防部电报。国防部讯问，我们是不是已经拿下了延安？你们去告诉董钊和刘康，一定要到前线去督战，在17日00:00之前，无论如何也要给我拿下延安。是。主任，报，什么指示？吴宗南向蒋介石承诺，3天之内拿下延安。现在已经是3天了，他无法向老蒋交代。我预计他下一步发出更猛烈的攻击，告诉大家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。是，吴总，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安全最重要，关系到全国的战局，你还是赶快回延安吧。那这里可就交给你们了，说好了7天，1天也不能少。放心吧，彭总。主席，延安城已经10万火急了。统一延安之后，我有个想法。现在不是谈想法的时候，是你跟中央赶快离开这里的时候。主席啊，不能再耽搁了，必须马上转移。敌人离我们这儿还远着呢吧？主席，你和中央不走，部队会感到压力，战士们会感到压力啊。我看是你彭德怀有压力吧。我不用你担心，在延安逗留期间，中央和我毛泽东出了问题，不关你的事，由我来负责。你这话没道理。中央任命我指挥陕甘宁边区的作战和撤离工作，我就要对你、对中央负责。我不需要你负责。主席，彭总的担心是必要。必要什么？敌人不还没有兵临城下吗？我刚才起草了一个作战命令，是保卫延安的作战命令。我们要组成3个防御兵团，第一纵队和警备第3旅7团组成右翼兵团，由张宗逊、廖汉生指挥，在道左铺、甘泉、大崂山、小崂山、清北沟和山神庙一线组织防御。剿盗旅和第二纵队组成左翼兵团，由王震和罗元发指挥，在南泥湾、林真、松树岭一线组织防御。新编第4旅为中央兵团兼延安卫戍部队，以不少于4个营的兵力，在庙二梁、城子沟和30里铺一线组织防御。怎么样？你们有什么意见？主席的意思是让胡宗南在判断我军主力撤离的方向上犯错误，然后再寻找机会。嗯，当然也不能全是空话，要把成立西北野战兵团的事情写进去，让他胡宗南知道他的对手就是你彭德怀和习仲勋。主席，这道命令我明天就向各部队下发。嗯，主席啊，你也应该考虑一下自身的安全。就是，只要延安还有人没有走，我毛泽东就不走，你们劝也没用。我毛泽东就是要最后一个离开延安。主席，唐林呢？唐林，唐林，报告，什么指示？让你们几个战士都过来。是。哎，你们几个，还有你，过来，快点。报告，什么事儿？长宁啊，一是警备排长，直接负责主席的安全，责任重大。遇到紧急情况，一定要保证毛主席的安全。记住，你们是代表全党全军，直接保卫毛主席的警卫战士。请彭老总放心，我们一定。必要的时候，把主席强硬地抬走，看
才走。对呀、啊，来，我们示范一下。你抱着我的腰。哎，来，你们两个拉我的胳膊，你俩抱我的腿。来，试一下。起，这，哎，很好，很好啊！我你还有你拉着个胳膊，劲儿一定要小，重的主席受不了，知道吗？知道了。来，这是我们在示范镜头。来，一二三，嘿，好，你看好了，放下。赵林，你给我记住了。是。你们刚才在干什么呀？我们主席，彭老总刚才在教我们抬轿子。你们抬轿子是不是要让我来做呀？这个老头，他小尾巴一翘，我就知道他想干什么。你这死女子，是不是又想大旺了？大旺这个愣头青，等他回来，我好好的收拾他。魏生，大旺好着嘞。他当了咱解放军，走的时候，你的嘴不是咧得大大的，高兴得很。沈传书，哎，有事是啊。从延安撤下来的干部群众路过咱们乡，区长让咱们组织人员去慰问嘞。区长亲自点了你的名字，你赶快去吧。干部和乡亲们，这个胡宗南狗东西来了，咱都不要怕，我这两只唢呐一锤，就把那狗日锤跑了。我先给咱锤上一个调调啊，然后再唱上一个曲曲啊，大家就知道了啊。谢同志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说过，你走到哪儿我都要找到你。不要耽误我工作，赶紧把画包还给我。现在不行，让我检查一下你的伤口。对不起，我真的有事儿。同志，
请问你们是二纵一旅的吗？那当然了。哎，你看见没有？那个码头上背大刀的那个，那个就是我们营长，二纵赫赫有名的战斗英雄周大勇。哎，王司令员，我叫他年轻的老革命啊。是吗？不简单啊。那当然了，我跟你说啊，我们二纵要是过来黄河，到了延安保卫延安，那胡宗南啊，肯定夹着尾巴就跑了。你们的心情和愿望都不错，不过胡宗南的美式枪炮可不是烧火棍。怎么着了？不是，你说什么呢你？就是啊。你再说一遍。怎么？你们不相信我说的话？不是不相信你。你说的话那就是在放屁。哎，你这位同志怎么骂人呢？完了，怎么不走了？这后面都堵住了。不是，营长，我跟你说啊，他说胡宗南的强暴不是烧火棍，他不是小事吗？我们过黄河保卫延安，他却在这替胡宗南说话，扰乱军心。你这话是你说下的？营长同志，你认为胡宗南的美式枪炮是烧火棍吗？那还用认为？这再好的枪炮到了敌人手里，那就是烧火棍。对，就是烧火棍。没错。我看你们几个才像烧火棍。营长，我看他呀，他就像胡宗南派来的特务。他，你是哪个部分的？我是总部来的，来找你们陈旅长。总部来的？把总部搬出来吓唬谁啊？你以为你说你找陈旅长，我就怕你了？营长。我看不行，把他扔河里去。扔黄河里去。对，扔黄河里去。他手上还有伤呢。就是营长，我看他有点像总部。我们二纵会证明给你看，胡宗南的枪炮就是烧火棍。王承德同志，欢迎你来我们旅啊。旅长，能不能现在就给我安排工作？王司令员交代了，你是总部下来的，又是军事干部，我看你就留在旅部吧。旅长，我有个请求。说吧。我想到基层部队去。你有这个想法是好的，可现在没有合适的位置，等以后再说吧。部队刚刚过了河，下来还要，只要是基层，当个连长也行。当连长可太委屈你了。哎，你愿不愿意搞政治工作啊？政治工作行，只要是基层部队，我愿意试试。来了，旅长。大勇啊，你发什么神经啊？这么冷的天儿，小心冻病了。我没事。怎么回事？渡船翻了。旅长，船没有翻，是我们周营长。叶连长。旅长，是这么回事，我急着下船，指挥失误，让同志们跟我湿了衣服，我已经向大家检讨过了。就是，营长刚才还给我们耍大刀呢。你这个年轻的老革命啊！好了，不说了，我来是来宣布两个命令：第一，独立营3天后赶到冈古驿待命；是。第二个命令，独立营。有段时间没有教导员了，旅里决定任命王承德同志担任你们独立营的教导员。王承德，到。营长周大勇。小橙子，怎么是他？你们认识啊？是，见过一面。周营长，咱们又见面了。是啊。又见面了，很高兴啊。怎么回事？周大勇，
你别光对我唱高调。你原来的教导员是怎么调走的？别以为我不知道。哎，旅长，你这可冤枉我了。人家那是去团部高就，跟我有啥关系？我还舍不得他走嘞。行了，你以为把教导员气走了你就省心了？就你那点文化水，还不够使个嘴皮子呢。我可警告你啊，王教导员在总部，可是彭总身边的参谋。那我八年前还在彭总身边当警卫呢。你看你，又来了是不是？你刚才是怎么对我表的态？你个周大爷！王承德，旅长，情况你都清楚了，我也就不多说了。希望你和大勇好好配合，把独立营打造成一支攻无不克的铁拳头。请旅长放心，我一定做好自己的工作。好，我走了。听我的话，你的伤还没有好，应该回野战医院。用不着，卫生员换两次药就好了。没你说的那么简单，你的伤口已经开始化脓，开始感染，会很危险的。小谢同志，我知道你是个好护士，我也理解你现在的心情。可是你看，我现在是部队的教导员，马上要打仗了，我怎么能丢下部队去野战医院呢？你不能丢下你的部队不管，我也不能丢掉我的伤员不管，送你到野战医院是我的责任。消灭胡宗南，保卫延安，保卫党中央是我的责任。你说咱们俩的责任谁的大，谁的大就服从谁的。强词夺理。我怎么说了半天你油盐不进呢？我才油盐不进呢。反正我是不会跟你走的。哎，小谢同志，你怎么了？小谢同志，我是彻彻底底服你了。我承认，我没有经过批准就离开医院，是我的错误。我向你保证，以后啊，绝不再犯。你看，总部医院已经渡过黄河，而野战医院也正在转移的途中。我呢，也接受了新的任务。你就高抬贵手，放我一马吧。我就知道你会同意的。谁同意了？除非你再逃跑一次。你别把话说得这么难听，好吧？什么难听啊？还不快逃，要不然变卦了啊！好，站住！怎么，这么快就变卦了？你的挎包，还给你。小谢，可是现在你怎么办？明天我过河回总部医院。要不你跟我回营地去，反正今天晚上你也过不了河了。不了，这有这么多人呢，我在这凑合一晚上就行了。那好吧，你注意安全，万一有什么事儿你就来找我。那我走了。周营长，王教导员，坐吧。来，喝吧，刚烧开的。本来啊，是想给你开个欢迎会的，也不知道你今天晚上回不回来，所以让同志们就睡了。我怎么会不回来呢？这种事儿说不准的。现在你给我介绍一下部队的情况吧。我说折腾一天了你不累啊？哼，你要是累了你就先睡，一会儿我去查哨。你去查哨？你情况都不了解你查啥哨啊？
你不告诉我，我怎么知道情况啊？嘿，你这个人，周营长，你是不是因为下午咱们吵架的事儿，你和我记仇了？啊，就是那个美式枪炮、烧火棍的事儿，那这事儿谁往心里去？那你为什么不愿意跟我介绍情况？那你要不嫌累，我奉陪到底啊。好啊，那你说。主席，敌人的主攻方向在这儿。报告，彭总，张东俊司令员发给你的电报。报。主席，张东俊情势战斗异常艰苦，工事被炸无法修复，部队伤亡过大，问是否可以实施后撤。来、啊，朱老总、少奇和毕直他们也该到紫长天的王家坪了吧？已经到了。群众的疏散工作进行的怎么样？机关单位和群众已经撤离和疏散完成，只剩下我们了。吴总呢，想跟我拼命，我才不干。告诉习仲勋、张东俊，咱们的任务完成得很好，可以边打边退了。是，立即给张司令回电，天黑以后部队如次撤到三线阵地，要告诉他们无论如何也要完成坚守七天的任务。是。哎，老冯啊，我签署的那个作战命令下达了没有啊？啊，昨天晚上就已经下达到各部队了。按道理胡宗南也应该收到主席的这份命令。他能不能收到这就不关我的事了，那得看他的译电员翻译密码的能力高不高啊。主席啊，不对吧？怎么不对啊？你让我发报是用明码呀，怎么是密码呢？哦，这么重要的事情我倒是给忘了。对，就是要用明码发报。用明码发报在胡宗丹看来是件非常反常的事情。我们用明码发报的目的就是让胡宗南感到反常，越反常他越糊涂，越糊涂他越想了解我们的真实意图，这样我们让他到哪儿他就会到哪儿。这就跟驴拉磨一样，只要给这驴子上了套，走不走，走得快与慢，那就是我们说了算了。刚才机要室送来一份毛泽东亲自签发的电报。怎么，毛泽东要顽抗十日至两个星期，并考虑以外勤作战相配合？战争打了四五天了，他毛泽东还有这个实力吗？这份电报会不会有什么问题？电报上所说的共军的布防位置完全正确，这可是这几天我们打出来的，这是一份明码电报。明码电报？对，什么意思？这就是说毛泽东是有意的让我们知道这是他自己的命令。毛泽东这样做以为我胡宗南会上他的当，错。我认为这是共军总撤退的信号。完全可能啊，毛泽东是一定要跑的，所以在跑之前他虚张声势。不过他到底往哪儿跑呢？从共军的布防来看，他往安塞的可能性最大。王振二纵在什么地方？他能尽快地赶到延安来解救毛泽东吗？这个说不好，不过共军的行动向来神速。好，命令各部队从现在开始不分昼夜要不间断地攻击，一定要把延安城给我尽快地拿下。是。
先要停一下。去。哎，同志，你咋睡在这儿啊？老乡，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去干古驿吧，给部队送物资。我要过黄河。好，我的同志呢？这离黄河足有几十里路了。哎呀，我说同志，你怕是生病了吧？来来来，把这大衣盖上。好了，走吧。这儿离延安不远了，得让马休息一会儿。孙子，喝点水吧。好，您喝点。是二中的王司令员吗？你是哪的？我是总部警卫连的。周副主席，让我来见王司令员。我就是王震。报告王司令员，周副主席让我来接应你们。他让我告诉你，毛主席正在等你。上马。主席，周副主席，董钊的九十师已经全部进入董少陵以西地区，其六十一旅的先头部队离延安城只有几十里了。主席啊，你们快走吧。老梁，王胡子什么时候能赶到啊？我已经派人去接了，应该马上就会到。江山。